这是新歌吗？啊，这是新歌吗？我都发了一年多了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们连情人都没学会啊！又来一首，重新了是吧？学的太好了吧，太厉害了吧！哎呀呀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好奇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对坤坤有没有好奇？OK， 其实我们也是这个跑男团也是好奇宝宝，对不对？我们八季了，我们去了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很多的地方，马上又要迎来我们最新的奔跑吧黄河篇。我太好奇了，我们黄河篇要去哪些城市？那次呢，黄河大合唱激发了我对黄河两岸无限的畅想。这次呢，刚好有机会去黄河沿线的重要城市，一路向西，溯源至巴彦嘎拉山，描绘黄河生态经济带城市文化之美。美啊，想想都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录制的时间是在金秋的10月啊，朋友们，保持你们的好奇心哦。11月就能在浙江卫视和大家见面了，我们电视机前不见不散。没错没错，其实比起绝美的风景，我们更期待能够遇到很多有趣的人，有趣的你们。有兄弟的地方就是有快乐的地方，那不知道到时候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兄弟姐妹加入我们呢？啊，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呀，这个聊着聊着就越聊越远了哈，我们就不飞到黄河那边去了，我们还是要把大家的好奇心召回到今天这个充满好奇的舞台。今晚我们跑男团将陪大家一起开启好奇之门，奔向美好未来。伊利百度好奇夜，从这里看到最美的星辰大海。由伊利独家赞助播出，滋养健康，蓄力向上。